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好。今日不是要介绍你好药，敢会使麻烦你甲我妈妈调一支大胆？是要继续介绍电影《大佛普拉斯》。大佛普拉斯，之前咱有介绍过台湾人的第一声无奈是无钱，第二声无奈是无背景，啊，那第三声无奈就是无感情。我感觉咱的涂骹吼，比你细较济啊啦。啊，那不是咱俩，咱是同齐哦。我哪有可能收啦？台湾现代社会常常在讲的是效率，有钱就有效率，有背景就好办事。如果你若有钱佮有背景，大家袂甲你博感情。哎呦，我讲你提四成，你讲，还是家己兄弟，我讲老三成尔。会使个啦，你是咧拜祖先哟。俗语咧讲，人两脚，钱四脚，安那溜嘛溜袂赢。但咱做人莫硬开。十月十三号，楼顶接楼卡，阿顺接了卡，到顶来戏院支持《大佛普拉斯》，大佛普拉斯，和大家喘口气。靠呀！你话这话是死哦啦！To be continued。